一般红包若想要来生囝，透过着精虫甲卵来结合就会生子。不过若是男性有即个精虫品质不好，加上有精索静脉曲张的问题，即款要来受胎都有真大的困难咯。如果他在这里回流不好之后，第一个他这里后面塞车了，所以他下来的一个动脉，他可能也会稍微的比较阻塞吼，造成这边局部的一个血流量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况。那下一步的话，可能这边就会产生所谓的一些自由基来破坏这个精虫。那目前最大的一个理论的话，就是说它会造成这里局部高温。吉米病院泌尿外科医师贾坤林表示，讲精索静脉曲张发生伫成年男性，以及寡少年男嘛是有出现。其这竞争发生到生活习惯、食饭、年纪以及接触到有害物质等有牵连。啊，精索静脉曲张，我们知道说它除了会造成刚刚我们讲的一个疼痛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它关于这个男性的一个不孕，它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课题哈。我们可以看到男性的一个不孕，它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因素，包括睾固酮低下。可能他本身记忆有一些异常，或以前他小时候可能有受伤过啊，睾丸有受伤过，对。那目前为什么男性不孕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也因为我们环境里面可能有些毒物而造成他，或者是生活作息。目前的男性可能比较不好，造成男性不孕。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 40% 的一个男性不孕，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精索静脉曲张造成。因讲精索静脉曲张会影响到生囝，所以讲这方面也是有问题，要赶紧来就医。透过着精虫 DNA 破碎检查，了解着精虫内外状况，必要时阵透过着手术来做着改善。刚刚提到这个 DNA 碎片，它可能对生殖有影响。那如果我们进一步做这个精索静脉曲张的一个结扎手术的话，对这个 DNA 碎片是有正面的一个帮忙。当我们的精虫品质开始上升完之后，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受孕几率可能会跟着上升。接下来的关于第一则单新闻直播，到店来听讲，礼拜四暗时七点半，伫南天电视台第四频道来播出。这礼拜吉米亚中心泌尿外科医师贾坤林将跟大家分享到什么回事精索静脉曲张，以及如何来做到改善，欢迎乡亲按时收看。